席选举提前到5月20号，党魁争夺战也跟着浮上台面。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先是透过脸书，随后受访证实宣布参选，强调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决定参选。而原本计划9号宣布参选，因为看到前副总统吴敦义透露参选意愿，才决定提前宣布。我想，今天大家已经看到我发的脸书啊，我强调我，要求这次选举的目的就是打一场无私的党主席选举啊。对于郝龙斌宣布参选，洪秀柱表达争取连任的决心，也强调所谓巧好的时代已过去，有竞争是好事，无论输赢都要为这个党继续打拼，这个很清楚的，所以怎么会有压力呢？只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一个理想抱负跟要把党带到什么方向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日前透露勇于承担党务大任的前副总统吴敦义7号上午前往大溪投寮爱琳，不过当下没有宣布参选。如果我有机会竞选并且当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的话，我一定会效法我们大家共同最尊敬的经过先生。由于外界传闻吴敦义9号将宣布参选，已经有梁强宣布参选党主席后，也让党魁之争白热化。未来如果吴敦义确定参选，也将形成3强鼎立的局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